今天要教大家谚语咯。对，今天的谚语呢，我想大家马上就能记住，因为在中文也有相似的谚语。好，不多说，我们今天马上进入 VTR 好不好？お金かかるよ。この間も映画見たじゃん。今日見たのはドラゴンボールだよ。大丈夫だよ、今日安いから、あの学生割あるよ。塵も積もれば山となるって言うでしょ。塵も積もれば山となるって言うでしょ。だから安いと言っても何回も見れば大きな出費となるっていうこと。でも買っちゃった、チケット買っちゃった。大家应该知道意思了吧。在中文呢，七里是灰尘的意思，那積もれば、積もる就是堆积，堆积。这个山呢就是山，那要是我们直接把它翻译过去的话呢，就是灰尘也可以堆成山，灰尘它积很多嘛，它就变成一座山，所以大家不要小看灰尘哦。好，今天的日文谚语教学。希望对大家有帮助，还有有日本朋友的话，记得用用看咯。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じゃあね，拜拜。